大家好，今天10月20号，一个种植杯放两棵苗，长得如何呢？两棵苗的，我觉得它的茎会比较长一点哦。一棵的它就比较密了一些，然后比较肥了一点。然后两棵和一棵的，就看你们喜欢哦。哎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就种两棵啦。这里是比较高一点哦，两棵嘛。然后这个也是接近32天、33天了。这个品种大概也是40到45天了。这几天应该要采了。比较胖哪一颗的，然后它的叶子会比较大一点，然后两颗的，然后两个一起抢光线嘛，就比较小了一点。然后今天有去把黄瓜压慢了，就是现在4颗给它平，然后今天压慢的时候看到有红蜘蛛了咧，刚才就喷了一些苦楝油啊，看能控制得到吗？有时害虫啊，种些自己吃的啊，有时没去喷那些农药，能控制到就控制咯，不能控制到也算了，然后慢把它压下来的。还蛮长的，就等它结瓜了。小小的黄瓜，哦，这个啊，如果在这里顶住，有可能会弯掉的。如果这里没有卡住，它会比较直啊。就看怎么样了。看长得怎么样？因为黄瓜蛮高的嘞，所以我把它压慢下来。今天要加一些音乐，影片不要拍那么长，试看看。平时加音乐都是有版权的，还蛮烦恼一下的。33天了，可以啦。如果你自己吃不嫌弃的话，种两颗也是可以啦，这样子咯。种一颗，有相差一点点了。好，是这样子咯。哇，如果这个啊，因为我水喉太小了，如果水喉大一点啊，有顾到这个开水啊，应该包菜会很好。也没有办法了，已经弄了，改次才升级看怎么样，是这样子了，接近4分钟，好了，谢谢大家喽。